生如将在29日跟男友步入礼堂，20日她出席活动受访时坦言，最近除了忙演艺工作，也为了婚礼大小事给弄得焦头烂额，笑说自己很怕怠慢演艺圈，看她长大的叔叔伯伯，同时也爆料未婚夫也很焦虑，因为她怕更多人在乎她了。而爸爸吴宗宪因为舍不得女儿出嫁，偷偷砸了4亿元要当女儿邻居 ，Sandy 大笑直呼爸爸是恐怖的前世情人。更爆料宪哥还和未婚夫呛虾，表示结婚当天是你最快乐的时候，之后会越来越多不快乐，给女婿一个下马威，就让一旁的 Sandy 听得好气又好笑。而 Sandy 也在访谈中首度提到自己与未来婆婆的相处模式，透露对方会拉着她一起去逛街，两人刚认识时未来婆婆还送了她一个精品包包，听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婆媳问题呀、啊。